黄明光先生担任斐济，陪着庆主位上香。献花，请台湾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请做准备。献果。敬重来送行，全体请脱帽，请向您前行最敬礼，鞠躬。礼成，家属打礼。感谢高雄市政府韩国瑜市长夫人李嘉芬女士，以及云林新议员李明哲议员，李嘉义市政府张明达议长不住特助，黄家宽特助，李村里朋友辛苦，感恩感谢。所以参加会议室，等下一定要拜别。